来看一下回放，上海队的范一林在刚才高低杠上的表现。范一林也是上海队高低杠难度最大的，他也进入了这次全运会高低杠的决赛。做了一个金钩金格尔空翻。女子团体决赛第三轮第一组准备活动开始。直体后空翻两周下，得分14.667。这个分